新北今年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，于24日晚间正式起跑，至2月7日止，为期共15日。此次安全维护工作以治安平稳、交通顺畅、民众安心为主轴，并加强各项扫黑、打诈、防抢、防窃、缉毒、缉毒等治安重点工作，全力维持交通顺畅，让民众安心过好年。警察24小时要保护人民，这就是我们的职责。新北市长侯友宜率队慰劳警消及守望相助队等单位，同时发放加菜金及致赠春节慰问品。